咱今麦搁看哈，佛、菩萨、阿罗汉、辟支，这两种是由凡夫。那么这个由凡入圣，那由凡入圣在凡，就是本来有善德跟恶德。安听吼，因为在欲界内底，啊个色界跟无色界。这个啊，这个三善道，这个我们叫做凡，因为因在迄个善道的天上报报尽了，会个对落安尼，这个叫做凡。那么对落，那是按照经典讲的欲界的天人，有对落来做梅花鹿，啊对落来做猪，对落来做驴啊。好，啊这个个无色界非常非常诸天的天人，地万大劫经过了，对落来做。迄个个鱼啊，加生虫啊呢，哦，所以这个叫做有老报，这样、个、叫做还。那么地界恶鬼畜生，这个就是当然，我那是恶报恶业。但今仔日佛陀要甲咱教，教教，互咱会当来将来有还，伫凡夫的中间拢入圣道安尼圣贤。这个当然，佛陀甲咱教的最起点是叫众生忏悔，啊，甲五戒。啊，那无得实现界，所以由我界成就人道，啊，那离人道佛陀搁再继续教，哦，安尼来呢是较好由凡入圣，因为咱一个继续教咱家是教这个个实现业。那么这实现业，我甲注意讲一下，要入圣一定爱照实现业行，所以将来你要修阿罗汉道，你当然爱先断业。这是必然的代志，所以素性提来得到八正道。那么众生因为无明，较来造业，较有未来，这个生个恶事，所以佛陀就甲咱讲无明造业，无明行色，明色六色爱哈、哦，这个问题。所以这我那是由凡入圣。那么再来哈，迄、哦那个综合起来，个人的修学中都有这个素体缘起甲道品。哦，这个咱也是照安尼来去修，安尼当然咱个人绝对会解脱。但是这个大菩萨心，就是佛陀讲教众生搁在教，迄、那个修菩萨道的人教众生教素体缘起道品安尼，就发出大慈悲心。安尼这个就是啥由凡入圣。但是这个圣有一个二圣的圣人，就是这个阿罗汉甲辟支佛，大乘圣人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安尼。哦、但是我现在跟主意说，这话应该是我们都听过，不过真切身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所以我帮他写四行，我请我们回去特别、哦、你自己记起来，用一个纸把写到玻璃里面、哦、这四行要注意，第一一定要诚意、哦、第二一定要正心，第三一定要修心，这真好干，真好记。第五爱，第四爱靠精。这个靠精吼，我再甲注意讲一下吼。注意，因为咱众生凡夫吼，第一出口不精，第二入口不精。你家己想，出口不精，拢会恶口、奇语、妄言两舌。这个叫做出口不精，应该大家知影。那么入口不精，有诶拢安尼啉酒、啉干嘛西，啊酒吧、鬼巴肚。分两分，咱食到嘴啊乌乌，嘴齿乌滴滴，啊，再来得胃病。吼、哦，这个叫做入嘴不精，入口不精。但今日咱既然要学分哦，人佛陀甲咱讲酒甲肉卖过长啊。安听吼、哦，诶、欸，酒甲肉唔通过长啊，爱注意哦，因为迄种总是六道众生拢是咱的惯性，绝对唔通食伊个肉。好、哦，我食肉个刻骨个树叶花，安怎吼？爱、哦、注意这点，所以咱大家会记住呐。入口清净，出口那清净，记好。那你今仔这个话吼、哦、收袂开，事实讲就歹收啊啦。这最简单的基础道德，咱了解无？相信我的话一下，因为这真简单，你写个家会提到迄个玻璃来吼，还是写你发大张个到壁面。好、哦，第二就是心修修心，
修心即是心字吼，就是爱修我端正。安怎端正呢？注意，不杀生，不堕偷，不邪淫，不妄语。吼、哦，不杀生，不邪淫，这两条一定要记起来。吼、哦，这个就佛陀甲咱讲，这个五戒内底，绝对唔通杀生，唔通食众生吧。吼、哦，这个就是修心，但是一定爱搁在按照儒家迄个书，吼、哦。非礼不视，非礼不见，非礼不听，非礼不懂，记好，唔下无下着礼仪的，吼、哦，无下着正义的，千万唔当做着，卖听卖看，吼、哦，所以这个心修，即马来哦，这两项要会当正确，一定要心静，注意这个心静的，一定要有正直心，唔当歪歪翘翘，吼、哦，雕工想东想西，要欺负人，要骗人，要吃人，绝对唔当安尼。所以你今仔日若是讲过得已经过学好啦，心无专精，吼、哦，所以我向下边学啊。那么这个以形是心静吼、哦，这个在这讲先第一，吼、哦，你自先第一。那么第一呢，会当来端正家己，形者自形也，以德自德也。所以这个形也中间吼、哦，绝对以自形待人，以自形居心，千万唔通奇奇怪怪。奇奇巧巧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在大学内底，四书大学有讲到一个八条目，哦，这么注意啊。虽然咱未当治国平天下，但是会记着呐，这个基治国平天下，这个基本是先治家，家治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这是必然的代志。所以讲到连天理拢无效，咱知影无？无效，真正无效。但是要下当达到正心性，一定要戒不滴滴，一定要安尼。这个戒不就是端毒、净毒啥呢？净毒咱人的第八识，戒毒一切不了。但是咱人因为六根对六尘吼，注意记咧，拢会贪着，贪着这个色性相比，啊，就乌白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吼、哦，所以一定要戒不。戒不呢，可以当地量低哦，地量低就是迄、那个。发这会开悟意思，今仔日你若无净土的，这个个欲，这个欲欲闻吼欲念吼，我跟你讲，你绝对无智慧，甚至业力有那是霸天掉的，哦，所以叫不是滴滴，哦，不叫任何滴滴，滴滴用以形，以形用心静，心静用心修，所以咱今仔日迄个重点，我那下在这个角度不了。所以唔通讲看到这个世间是这个，敢是讲物质的享受，啊金钱的需要，吼、哦、从这个人生价值观来错解去，对个人绝对将来产生真侪不幸的代志。注意，你讲看股票市场内底，不是有人按单面的所在喜怒哀乐，涨就笑，啊那落就哭，你有看吼？迄款实在是一个真黑暗的人生。今仔日6:87，对吼？你讲思考遐清楚，我无去算哦，但我注意迄、那个迄款的人生就对。我去注意迄种的人生。今仔日咱在学佛的人，若是个规个心底下吼，都七上八下，对不对？注意你要修啥，要哪精？所以这个心修加者各地天下平吼，这个在那是如果上下高精力。国家就危险嘛！哦，这应该这句话是明主讲的。所以，今仔学佛的人一定要最基本的这个道德吼，你一定要先修起来。基本的道德你若修不起来，你搁会当安怎？你想看麦？你随便乌白讲，啊，要凊彩就唔惊因果就要吃，那么你难道唔免受报吗？所以你受报就苦啊，这必然的嘛。所以这四条奉献要注意。你第一靠爱精，第二一定爱心修修心，安怎样无？心爱端正，爱有正直心，防欺负不要紧，一定爱有正直心，爱有真心真至诚的这个意安，绝对唔通乌白想想的有诶无？哈、哦，所以行者自行也，以德自德也，哈、哦，这点一定爱注意，哈、哦，这个是当然，这四条肯定跟咱个人的品德啊，加这个戒定哈，这四条哈。那么今麦来哈，以前来都有跟咱讲，佛陀说法的时阵哈，必定要故作因缘。按照故作因缘，就因缘加因时安尼。
这两项哦，两项。按照因人甲因时，因为佛陀有真个暗示。按照佛陀暗示呢，譬如讲迄个金刚经吼，佛陀要去吐破去摄，那么伊个行为吼，行为了后，这个娑婆在去观察。但是如果当时无娑婆在观察咯，当然伊就无客请，无客请讲。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温和应住温和韩国基心。哦，佛陀讲以如是住，如是韩国基心。但是伊入笑为啥？这个就是因缘有故，就伊个表示迄个行为上，他迄个娑婆地发现。所以这是佛陀说法因时甲因缘。因为因缘，那是假使讲因缘无故作的人吼，离开伊靠讲，比如讲这段内底吼，这段搁过后表示一段。有五千个 DQ、BQ 你甲优波是优波伊，吼、哦，无要听，无要听，佛陀就讲伊无要听，互出去卖台炸呢，吼、哦，伊讲迄阵人，迄五千个人叫我，所以还阿未处理进行，佛陀这个法华经就不开始。那么这个迄阵人五千个这个 BQ、BQ 你处理了，伊才开始。这段来，这是因含牵连到这个因缘，古作因缘应该有相关安尼。因为迄阵未使听到，吼、哦，听到伊也未爱听啦。所以离做了才开始哈。这个必古因缘哈，啊、哦，那么这个得即以夫子大慈悲心为因啦哈，啊、哦，这句话是安怎讲的？因为在这个四乘的中间吼，那么就讲阿罗汉甲辟支佛不如佛陀嘛吼，但是佛陀的果德，这个叫做大乘不共犯，也就是无相正定觉安尼，吼、哦、无相正定正觉。那么伊是达到无相正定正觉，一定爱完成这个大慈悲心，所以这个佛如三德叫做断德、智德啊、甲彼德安尼。但是你要甲讲断德，阿罗汉嘛有啊，智德辟支佛嘛是有。但是阿罗汉甲辟支佛的这个智德哦，是达到空理的觉性，伊无达到众生平等。所以因虽然有这个空性理体种觉性，可是因未无发大慈悲心，因为因唔当讲众生平等，共一条生命体安尼。所以佛陀啥众生同一体性，哦，所以就以这个。发大慈悲心，要度尽无量众生，所以这个福德的修为，就是度无量众生，成就佛道这个为因，吼、哦，迄、那个叫做彼得故障，到尾伊才成就佛果安尼。所以这个阿罗汉袂当叫做佛果，辟支佛嘛袂当叫做佛果，菩萨就讲因为伊本身伫因地，直直开始度众生，到尾才成就佛的果德，吼、哦，所以今来在讲，佛以大慈悲心为因。哦，阿加以众生之傲欲为缘，安怎傲欲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参差不齐，吼、哦，参差不齐是安怎讲？譬如讲，众生有个人兴趣这个，有个人兴趣自修，有个人兴趣度他，有个人兴趣有来福报，这个众生个人的根基因缘无啥像，所以这个八万四千法就由安尼出来，吼、哦，迄个欲叫做兴趣哈。修学的兴趣，吼、哦，傲欲就是修学兴趣安尼。所以佛陀他以众生这个因缘啊，傲欲的兴趣，他用无量的比喻，吼、哦，啊，他来显明佛法安尼。这个显明佛法哦，就是爱安尼讲啦哈。注意，佛陀初初在迄个个洛亚湾度五比丘来，开始就是度这个个在家。国王、医生、庶民，哈、哦，拢甲因讲到这个优劳福，讲到优劳福开始，才讲到出家行的代志，所以这是阿含期内底综合的问题。啊，才讲到各种的天上报，哈、哦，讲了后呢，才慢慢，直直引导众生入到啥，入到这个顶格，不是入到这峰顶，所以。就是这个阿含来到峰顶，那么峰顶这个就渐渐直接讲起佛法来到讲法界，哦，到尾真真正正佛法，就是什么会呢？注意，
就是迄个华严加即个个法华涅槃。吼、哦，即、这个就较讲究即个正统的即个真实实质，而且大慈悲心的即个佛的成就佛的方法安尼。不过头前这是基础法，会记真啊。今日众生若是无以十善戒为基础，我甲谁讲真啊？根本无可能成佛。你今仔日要食肉、食鱼、杀生有无、邪淫、妄语一大堆，你讲你去修啥？等于无修。在迄个疑难当中，咱不管在了后，遐一挂人就我来讲师父，你今仔来遮办这个法会啊？这个根本伫阮罗东内底毋捌听到，啊毋捌听到无是，到底遐去讲啥？我就感觉奇怪，吼、哦。咱底下叫人忏悔，叫人八关斋戒，叫人一定爱平常时修五戒，一定爱精进。咱甲人肯定，你若无安尼，你绝对无可能离开苦难，也叫六道轮回。咱就讲到真切实、真庄严。伊讲嘿，拢底下足少听到这问题。所以我今要甲注意讲一个吼，华严咱是无法当接受，因为迄个是三界外法，吼、哦。那么到这后边，这个法华涅槃，这是确确实实。成就诸佛的方法安尼，不你若是无头前用着无量的比如，哦众生去卖作业，甚至作业了你安怎样来忏悔？哦，所以今来得着安尼一人啊一人，连咪发语咧，连咪迄个个比如经来得啊因缘经咧安尼讲起来讲起来，这个叫做无量比如啦哈，四十九年无量比如，较到尾引导众生就佛法安尼。啊！你一份要甲讲大乘不共犯哦，众生听无？今仔日咱大家若是无讲对这本《成佛之道》，看看讲教咱先皈依、先修改，啊来较恭敬天法，啊来讲速提缘起菩萨道，啊加入到这微信，可能咱嘛带袂起来啦哈，带咱袂起来，安、啊、了解哈？所以这个问题就讲，一定爱显明。一定要有无量的比如了，才显明到这个佛法安尼，哈、哦。所以，何众生得因开示而悟入。那么，这个开示悟入，哈，注意这个对啥？什么佛德？这个开示悟入，佛的正知见，这句话那个注意讲起来哈。这个是安尼啊，佛陀本身就发界最伟大的圣人嘛吼，所以伊是无上觉，安怎叫做无上觉？因为这个无上正定正觉吼，我正甲诸位讲一个，阿罗汉有正觉，但是阿罗汉伊唔肯发心度众生，所以伊无正定。那么菩萨有正定正觉，吼、哦，今麦注意了吼。阿罗汉凡夫是无正觉，所以凡夫不断作业，所以凡夫未当觉诸法缘起本空，所以贪着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色声香味触，包括金钱爱欲、地位财产，所以凡夫无正觉，所以不断作业，继续轮回六道生死。但是阿罗汉知影诸法缘起本空。所以阿罗汉有正觉，伊绝对无搁再贪着世间的这个名利，贪着这个五尘境。所以阿罗汉有正觉，所以觉诸法本空。但是佛菩萨都唔是安尼尔，菩萨伊有正觉，伊是觉诸法本空，这是对。唔过因啊觉众生平等，同一法性。所以菩萨就看众生在定论的中间不断作业，这个是无发心度众生，这个菩萨有发心度众生。所以菩萨有正觉兼正定，但是由这个正觉正定而努力到将来成佛，所以这个叫做无上正定觉。哦，佛尊，哦，佛尊在努力，努力到究竟圆满，所以佛尊才叫做无上正定正觉，就是由这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过来。哦，这个是给讲的。
那么下面者，咱来了解佛尊，伊开始众生，就是佛地见到顶个正觉，对这个觉，佛的觉，安了解无？人讲你有觉悟无？有个人讲你有觉悟无？到底迄个叫人讲，伊有觉悟无？是叫讲啥物？伊家己本身也不晓得啊。但佛陀开始叫众生悟入来，就是佛的地见哦，佛的地见就是觉，唔是。不是罗汉的地见，啊，不是干那是菩萨的地见呢。好、哦，因为菩萨的地见虽然有超越罗汉的地见，这是对。不过，佛尊的究竟圆满，也伟大的所在，连顶觉菩萨都唔知啊。所以佛尊的无上正顶觉，迄个就是佛陀甲咱开始，有那要叫众生达到非常的水准啊。迄个就是迄句开始五入。佛陀跟我们开始佛的地见，就是要爱众生五入佛地见这样、哦、啊，我们今天我说一句确实的，六道今天在这末后的众生文化的风气真无、哦、啊，有个一句法师这样说说的莫名其妙的，也有的人爱听那奇奇怪怪、哦、所以叫做积欠福报啦，那么咱注意就无共啊咯吼，可以甲咱讲啊，咱注意就无共，唔是咱注意，咱专心五六个讲堂，基本法的这众生就差不多，咱所讲的这个法义，本来就是要带动注意，正觉诸法缘起本空，对吼，有这个身份了无？恁家己讲，对不对？那再来哦，鼓励注意味爱行菩萨道，就是要予咱注意。了解众生同一体性平等平等，一定要发大心度一切无量无数的众生。所以，我讲一个真正吼，我有安尼想啦，有百千万的众生要等待我解度，我可以安尼讲。但是我希望做有那发大心，将来看有百万无量无数的这个众生等待你去度无？我一味想讲有无量百千万的个众生需要我去度。所以我一定要不断的上进，上求佛德。吼、哦，我嘛今仔日佛德较开始的，佛德的低见、正低见哦，我嘛就爱较紧有这种的水准。那无这种的水准，我嘛是会当无众生啊。所以我今仔日一定要先有一个正觉兼正定，有这个正觉兼正定的这个肯定家己，吼、哦，啊，再来有这个正定，再来度不了众生，有那教众生正觉。不但教众生正觉脱离这烦恼的这个问题，就是卖迄个在思想啊，甚至搁爱众生哥哥发大心，哦，安尼将来较有那是雕像，这个无相正正觉这条路去行嘛。所以迄句话解说就是安尼。所以希望诸位吼，除了你本身努力，达到开悟，正悟现法，但是一定要去体会迄个平等平等。好、哦，安怎样吼？啊，由这个平等开来发大慈悲心，开直直努力，努力一定要度不了众生哦，开会当达到叫做无上正定正觉的佛尊安尼。好、哦，一定要安尼行。安怎样吼？即句在开始哦，即个意思家注意讲一下安尼哈。入佛的地见哈，这是。以这段太乙大师就安尼解说，啊，咱就照安尼修。啊，第二节咯，一定要对迄个四项下头仔讲吼，诚意啦、正心啦、吼、啊、修心啦、靠静，对这个所在，唔通搁再安尼来，就别作业个啊，哈，别作业个啊。即马下面吼，即马即句哈，若人遭苦，厌恼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安尼。那么这段我们现在跟他说，处顺所见佛为声闻说四谛法、哦、他说如果有众生嘛，众生知道世间是苦，但是怎么才会知道世间是苦？他就是有遭遇到苦、啊、其实、哦、大家都已经麻痹了，说实在都麻痹了，苦中作乐，听到没有、啊、苦中作乐，你敢想说喝酒喝咖出车祸一大堆，伊毋是毋知讲出车祸万一死，甲无死，甚至拢拖累着厝内人。伊本身不幸，佮拖累厝内人。但是伊敢要讲安尼，就卖忍嘛。我你讲吼，
众生有一个麻痹问题，就讲尽现啉现好啦，要死是确定的代志啦，啊嘛不一定确定会死啊。但确定啊，那是无死啦吼。就讲弄到嘴嘴，啊，啉到嘴嘴，弄到嘴嘴啊嘛吼。安听吼，啉好嘴嘴，弄好嘴嘴嘛吼。你敢知？伊若弄无嘴，弄无死哦。我你讲伊拢袂讲哦。那些跋筊的人，明明就天家动算啊，镜头夺起来，伊嘛搁用脚镜头夹十五摆啊安尼。啊，用到底插到美工啊哩。听无？就醉到迄个世面，迷到迄个世面。但当然，这种的人到底伊做苦了，伊敢会当掩苦？当然，伊就一定爱有特地有人解解，有人解，伊都有迄个好因缘，听到佛陀的法语啦。伊看会觉醒会袂？伊若是讲，因为伊都无迄个因缘吼，无听到佛陀法语，我甲你讲，他太太要离婚啊，跋筊跋到太太要离婚啊，伊讲好，我常常我绝对唔跋，再多剁四支，搁再剁一四支，伊怎么用这个业？另一个这四支长期已经好起，伊用这个剑，啊剑呢？另一个搁在予太太发现啊，然后大头尾搁剁起来，伊怎么用脚尖头剑安尼？嘛是阮在去拨啊。但这款的人要安怎样才会当改变？注意，伊大世界都未会当改变哦，但一定要有人改说法，说好这个心地吼，安尼慢慢去体会，伊就爱会用反省哦，那未用反省，我那无法度。听吼，我那都爱过去因缘啦哈，过去因缘。那么进来这佛陀，他改讲讲，你既然做苦，好、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众生皆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个病，有四大的病，有身心二苦的病，对吼。四大讲这个四大未和合，最好的风土未合。众生都有病，甚至呢，因为业报有各种的这个业报完成的病，那佛陀在讲变来解决了呢。你这病已经今仔日一旦甲落在这个六道轮回，先是伫人间也好啦，伫这个个其他的贪道也好啦吼。譬如讲用人间来讲，今仔有这病，就因为业力嘛，业力靠这病。那像这个正经讲，伊忽然间红魔两项病，就是因为伊胎死两个相连。哦，这咱中国因果啊。哦，就是兵劫各方，但是这个正经讲，伊敢得要忏悔呢？无啊，伊嘛是搁在从迄个无依搁在暂时，迄、那个无依个断断讲，今年的米啊，你食袂到啊。迄、那个好杀的心哦，就是因为伊改变袂来。伊嘛忘记讲，因为伊胎死两个青年，所以因阿公甲讲，两个青年因阿公甲讲，讲你阮两个孙啊无啥物大问题，你得甲暂时，我叫阮两个孙啊莫伫你个厝内底啉。哦，割甲封印，一定要甲你抹甲你死安尼，所以这对现实讲的这癌细胞，所以癌细胞都有前因的啦吼，迄、哦那个基因的病变嘛。但是伊嘛是硬硬的，无依甲断，你今日心病食袂着，伊即马佫无依甲暂时安尼，想看卖啊。所以我正甲诸位讲哦，今仔日唔是讲众生三言两语，要叫变就变。那干呢？因呢就真深啊嘛吼，就真深，就真好，真好讲啊呢。但我咧讲者实在吼，一定要不断的教育，不断教育咱吼，这个众生咱讲，什么叫做生是安怎样来？注意，是安怎咱来出世？有得就甲咱讲前因嘛，吼、哦。啊，是安怎死？死是对对去，唔是死，唔是无去啊。死是有六道轮回啊。看你是善道恶道，这个心性内底的这个量，还是夹少自私作业。所以讲，佛陀就甲众生安尼看看，教看教众生，既然有作业，就来忏悔，啊，唔通搁再做善业，吼、哦。今物就安尼，死对对去咧。但是众生是由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到今仔日已经无量不变劫啊。唔过变那叫你解脱，所以讲叫咱修四正，修八正道安尼。现在在讲个四体观嘛吼，因为你修八正道，就未做善业，将来靠积灭解脱的这个个，的迄个属性安尼，所以迄个叫做靠积灭道。哦，这段就去讲安尼哈，所以说涅槃啊，甲尽诸苦集。你今仔日若先有正见，啊，搁在你的思想有正思维，啊，爱修正义、正业、正明，搁在正勤。
吼、哦，迄、那个叫做正见心，佮达到未来的正念念心珠佮定心珠，正念兼正定。吼、哦，安尼即个，吼、哦，头啊就卖生贪嗔痴的烦恼出来。因为众生吼，众生的即个六道轮回生死，就是即个意，心口意念即个意内底无达到即个自性，拢总是自私心生贪嗔安尼。啊，为什么三三生贪嗔？就是因为你自私我见的这个无耻心，所以这三项当作烦恼，也叫做三毒，啊，毒害家己对了。所以伤人一定自伤，要注意这点；害人必定自害，所以积恶之家，积不善之家必得异殃。你不但你白日对了六道轮回生死，甚至你搁在何言，你也敢一顺？啊、哦，这里是这个代志，因为。你什么人安怎修安怎做你安怎报嘛靠那个便宜说你做的没有别人修所以我正甲注意讲一下齁你今天这个环境无论是好是歹齁我跟你讲含你的钱你拢有关系啊唔免一味怨叹家己的公妈家己的那个个爸母唔免因为今天你若是讲一个真有福报的人你绝对袂来出世做乞食囝我讲你有听有啊哪会安尼你绝对袂来出世伫迄个贫苦的家庭内底的，你若是一个福报真好的人。如果你今仔日是一个不幸的前因，你哪有可能出世伫迄个够好的环境、好的家庭？所以这个拢总是咱的因果问题，就是因为咱自私、贪嗔痴造业，今仔靠这种后报嘛。但今仔日既然知影哦，佛陀甲咱讲这个阎罗病死为说涅槃，你即马就求解脱啦。因为世间必定都有这个问题嘛，哦，今仔日一旦佮出世的人多，注意念好念咪歹嘛，所以世间有一句话讲：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嘛。因为伫因果中起起伏伏啊，哦，我讲应该恁听有，但是当你今仔日皆有时间呐、啊、有金钱的中间，你较紧为着未来做一寡解脱业，一定爱安尼，你绝对袂使做有劳这福业。爱注意这点嘛，你就爱做一个解脱业。无论你对众生有益，你一定爱三轮体空，应无所住。但是唔通全部做。你有时间、有生命、有金钱，通去做一种较紧做。但是唯有不自相，较紧做。你若无较紧做吼，凡说你几年你命唔知变化，安怎唔知啊？吼，加起你的机会吼，可能都无去啊。但是你今仔日做三轮体空的清净业，你不但未来无受到这个有劳的这个福报，唔过你今生今世，我跟你讲，你的后半世因果绝对变化好起来。这个就讲，当你业恶业阿未度现的时候，你较紧做作家己未来清净。未来是恶报中，干嘛未遐严重，阿嘛未搁再有劳，吼、哦，这点就讲断贪嗔痴。会烦恼了，你有那一定爱不断的用功精进，分析家己个性，和这个自性会当达到清净。哦，这个一定爱注意。但是我今麦搁个注意讲一个，你厝内家族的人吼、哦，你厝内家族人唔通无当。今仔日你会当带其他人来做八关斋戒，你唔通注重你的亲族、爸母、兄弟、母囝，甲放外外，唔通安尼都唔对，无解对啊。一定爱，无论安怎，你一定爱带你的亲族中、你的朋友来学佛。若是袂当来真真正正听大乘不共法，你一定爱带去八关斋戒，因为做过一遍八关斋戒，就会记真啊。甚至多病千万无你的份，有讲起过无？吼、哦，你来注意哦，因为今仔日咱这个世间吼、哦，要会当两化卖冤家，有那是都爱修改。啊！那万一讲袂当，咱今仔日在众生袂当完整来互这台湾省呢，卖两化战争，咱是得看众生的这个界定。你众生一旦较要造业啦，吼，要造业，自然有那多兵战乱会起来。你众生若是卖造业，自然会谈判就谈判会起来。好、啊，那是万一谈判袂起来，发生战争，哈、啊，我即马讲者真正，你的主地来得人会。重业中变别业，你为什么唔敢错？吼、哦，因为迄个个经典讲，
是一日一粒不杀生戒，将来刀兵战乱无你的份啊！有无？我伫报关台甲讲过无？为什么恁即句话感觉恁袂起来？所以你会通娶厝边咧，但是你的朋友、你的爸囝、母囝、母囝，你有娶无？我咧讲，我讲即个话，毋是我凊彩讲过，因为即个灾劫拢总随众生即个劫咧去行，吼、哦。所以即个就最起码你爱多，那会当该多多来受即个个大乘法的教育，安尼伊将来不但个人会当解脱涅槃，甚至有乃发大心度一切众生，同等觉解脱涅槃。即、这个就是佛陀去讲即个头前这段，吼、哦，尽诸苦集。进入考的讲断除生死轮回的意思，所以这个三世吼，第三份呢，今生的后半世，吼，啊个后出世，啊个后出世以后的近未来者，安尼这个叫做三世，过去都过去了嘛吼，那么你般呢断这个未来生生世世，吼，所以当然是看你修，啊你周边的人安怎又改。改变了这个个执着的观念、贪嗔痴的这个问题，不但你爱改变家己，吼、哦，啊，你周边这人拢个改变看会来袂安尼，啊，所以讲嘛无好改变啦，咱我讲真正啦，听无？真正也无好改变哈。后来下面哈，安尼较会当灭苦解脱咯，吼、哦，安尼较真正会当灭苦解脱。所以这个解脱咯，毋是凊彩讲讲讲，我来去讲买一朵莲花20万都会去西方啊。唔是安尼哈，听无？世间哦，靠宗教这个骗人有够多啊！恁来注意啊，唔通遐戆，彻底戆啊彻底！啊，唔是讲今仔这个人死去，佮用往生钱，伊就会当带动伊含去到西方，爱去沿海啊！莫名其妙呢！啊，天台路在吴地主、戆地主，俺听迄个戆师傅的话安尼。哦，所以今仔日学佛的人较无智慧啊，就是讲有那未当解除苦厄，未当彻底解脱咯。啊，听无？所以一定要注意每一项理，你经过你想一下，小可想一下哈，对不对？风俗习惯由祖先传来在歹代志，所以是不是要解除？今仔日你要步向如来正教，将来成佛，你一定要问如来大教。哦，一定要安尼。那无诶，你绝对无可能解脱啦，因为佛陀甲咱讲，破即个都是自身的解脱。你行大慈悲心，才会当度众生，当解脱，你才会当成就佛陀，这是必然的。哦，那么下面这句：众人有福，增长永福，自求善法，为说缘觉。头拄仔即个是计讲为说，嘿，迄个叫众人做苦，这是尽诸苦集嘛，哈、哦，即个是计讲素体。那么这段就讲，如果有人有福气，啊、哦，以过去捌供养佛，亲像文殊师利菩萨有供养恒河沙诸佛啦，我今仔嘛个供养佛啦，听无？我嘛甲诸位讲过，今仔日我依佛的代志，大志气啊，恒菩萨道，所以我会当继承佛法。迄、那个就是我个供养过去佛，甲供养现在佛。同一心怀，但注意你今仔个文法，我给你开始大乘的这个菩萨法，你将来成佛啦。将来成佛，算是以我现时给恁供养，供养什么？供养佛法给恁。因为供养有两种嘛，叫做财甲饭嘛。但我唔是去供养迄个人天饭尔，我去供养这个大乘不共，好注意，好注意将来行菩萨道而成就佛道。所以我今仔日特别供养咱家500几位的佛人，对吼？哦，这是属实，这属实的代志啊。所以今来在讲，这个所见的吼佛，初说所见佛为缘觉说因缘法呢。好、哦，那么这因缘法呢？哈，好，我再给您重述一遍。你来听好哦哈，众生轮回出在无明为主体哦哈。佛陀甲在，吼、哦，因缘更加固执的，因为头前甲因讲素体，我得甲凡夫讲的啦哈。
甲凡夫讲四圣谛，互因离开凡夫心，即马来已经起啦，搁再甲伊讲，搁再讲另外一种，即个十二因缘哈，就是无明、行、识、名、识、六入、抢。现在注意啦，爱、处、友、生、老、死，安尼，这叫做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那么这另外一面叫做十二定性，也叫做十二境界。那么这个就讲众生，众生哈，因为无明理，第一五执，第二法执。五执就是贪世间的六尘境相，法执就是错误一种修学，也是这个五执心，就是因为无明，无明的人，甲做无明的业，这个业叫做行。因为今仔日你若明理，我讲一个实在，慢慢啊教尾明理，那么你的行为就脱离一认真，迄叫做脱胎换骨。但今仔日你若听到有时一讲吼，你无变，哎呀，这个道理还阁不足。吼、哦，但是你今仔日无明的人有无明行为，比如讲竞选就是诽谤别人，吼、哦，啊你为着世间你的几个事业要庞大。你无论别人安怎，你拢无管人。将个人的这个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里，这款叫做贪嗔痴的无明。那么你既然无明，就无明的行为，这个叫做行嘛吼。但是行，会记住咯。你自然就落在第八识阿赖耶识，迄个精进行为就变精进，精进就落在对，落在咱人的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种色如蒙，这个本来是如来种，啊，即马来得业色，安尼蒙蔽，吼、哦，这个叫做性哈。无本来咱的如来种归如来种，那是有蒙蔽善恶两种的境界，甲一切贪嗔痴，安尼这个较叫做内业色，所以内业色叫做种色。所以你做的业，你个灭无去哈，注意会去净，将来必定受报。所以即马下面这段。性较来出世，譬如讲你内底有一粒仁德精进，这个仁德精进吼，较来找有缘的男女，找有缘男女，啊，较来出世，会记着啦。出世啥叫做名性？因为这个种色的精进来找有缘的男女，这个种色叫做中阴身。那么这个性就是父母两种物件物质。啊，听吼，安尼做三位性一体。我看到无，色是爸母的物件，啊，这个名就是咱人的这个中阴体，这个精气精气。那么这个精气来去随爸母了，即马来已经三位一体，成为一对胚胎。吼、哦，迄对胚胎哦，拄啊一地中间，伊慢慢成长，成长六根，所以迄个六根会摄入这个六尘，所以它叫做六入安尼。这个也叫做六根，也叫做六入。因为六根本来就爱出世嘛，出世的摄入六尘，所以这六根兼六尘，它叫做名相，叫做十二入，安听好无？哦，那么六入了，有一天十月已经固着啊，九个月外年了吼，就固着，固着会含出世，出世含大地接触，安听吼？迄、个医生甲剖出来了，迄点气本来伊个气是对爸母伫胎内底对爸母安尼呼吸。即马甲泡哀，迄点气都含大地接触着，大地接触着，即马都含大地即物质啊包咧啦，听吼，含即布甲包咧啦，啊，着食糖水嘛吼，对吼，啊，慢慢就是含大地即六尘上接触，迄个叫做触。但是接触了，求年龄的生长，即马来看到这虚化结晶安尼六尘吼，啊，着开始起哀。内底有一个经济的男女的这个相爱经济点内底啊，
啊，甲爱爱到这个世间的色声香味触安尼。啊，即马爱了呢，就贪取，对吼？看别人计贪取，啊，你就想有哪要拼，拼讲有一间厝，我今朝有娶一个某，有啥物安尼一大堆嘛吼，就差不多拢朝朝这个方向行。但是会记住咯，你若是正常就好哦。那无正常，你一日因为你要爱一寡物件，就爱做一寡业，这必定的。一个事业遮庞大，你一定做无量业，吼、哦。啊，即马厝内就变有，即有就有业，安听好无？有就是业嘛，做新的业叫做有。啊，即马来注意一点哈，有，既然有业，即、这个有就搁藏在心内底啊，听好无？属实即个爱也对遮出来，贪嗔痴即个爱有哪对遮出来？对内底安内也说出来，啊！既然作业有，即马即个业得阁生落啊，因为即个有吼，就差不多变即个啊。处爱处就是差不多即个啊，所以这十二因起叫做三世因果啊。吼、哦，啊！即马来哦，即马来到未来会生，因为即回到遮作业，到头门出就白啊嘛吼，啊！有诶都根本都食未了，就死啊！啊，听有无？做恶业就是用病死啊，安听无？啊，病死了咧，就去出事嘛。啊，出事嘛，要对得起，唔知影哈。就你今仔日食到头毛出事白，就一寡业，后出事搁再生啦。所以有不断的因有业，就搁生啊，不断的老兼死安尼。生得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安尼。安听吼，这叫做十二因起烦。来，我再讲一遍哈。再讲一遍，咱人若卖有老甲死，卖有懦弱，你就卖来出事，卖来出事就无老甲死嘛。他妈迄个就安尼讲着哈。啊，那么你要是安怎较会无老甲死，你就卖作业，因为真内底若无业吼，装饰清净就无再受六道轮回、生老病死的这主体因素。安、啊、听好无？听好无？所以卖作业。好、哦，你卖安怎安怎样卖做，要得卖忙处。人迄人看人好，安赚较好个，啊你就要抢劫啦，啊就安尼拼啦，听无？啊就欺骗奸诈贪污啊！吼、哦，你卖忙处，但是那谁那看卖忙处，你卖贪爱。人看这人阿伯，迄人阿伯，听无？爱穿水，爱食好，爱徛好，爱做勤课，啊，当个要免迄落啊！吼、哦，你卖贪爱。但卖贪买是安卖，因为咱人有六根，伫这个世间内底一定有贪买。我讲着听话，因为六根对六尘嘛吼，必定会生爱。但是变怎样，卖六根就卖抢，无六根就无抢，听吼。因为你含大尘有接触，但变怎样，对你卖六根嘛。先咱看卖六根，你卖去投胎就无名相。安听吼，卖去投胎。唔过你最好众生卖就精进，你众生若无精进，就袂去投胎。众生一旦到有精进，就去对胎投胎。但是你安怎众生无精进，即卖已经闻法啦，你卖乌白来。我乌白来听好无？唔当迄人阿白，啊就安尼妄处有诶无？唔当妄行啦，无明妄行。吼、哦，啊你若无乌白来，你就是无明。啊你变哪样无明？佛经内底。讲真济句啊，一定爱文化分析，爱加行慧，一定爱见闻分析，多多看经典，多多文化，有文化的因缘，将来你开始成佛，你会当气度无明，所以一定好好听经。你若是断度无明，你就无即个后壁即十二个问题，生到老死，弥勒尊号，好、哦，好、哦。